刚的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就是再花一点时间完成。那完成之后的话，理论上哦，就是我们就是加格式，这上个礼拜的啊，今天的话就多补充这个哦。他会先怎么样？先把旧的清掉，也许就是2021好了，OK，然后按确定，他会先放在这边啊，自动产生其他的，并且格式化哦。那后面我本来要讲，就是其实之前有同学问说，每一列下方要插入空白列的话，有没有？因为你要当行事例嘛。那行事例你下方总要什么？总要再插入右键插入一个空白列，右键插入一个空白列。但问题来了，那你要怎么样？你不可能说每一个再插入空白列吧？那太浪费时间了。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快速的插入空白列？对，这个你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而且插入空白列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的，如果你今天哈，假如由上往下插入空白列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它原来的第三列会跑到第四列，那如果你跑回圈往下的话，它会本来要抓的是第三列，结果第三列跑到第四列，你就抓不到了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你变成说你那个 i 要加一的啦，啊，很麻烦啊，所以我教另外各位讲一下。如果你跑回圈，你要反过来跑，就是我要插入空白列的话，那我可以怎么样倒过来？比如说，我先在这边先第32列插入空白列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哦，32列会跑到33列，但是我现在如果倒过来往上的话，31并没有变动，所以在31按右键再插入的话，哎，31在30也不会变动，29有没有变动？没有变动。OK，它就一个一个的帮我把空白列给加上去，所以特别重要。如果你是插入空白列的话，我是建议哈，你的回圈是要反过来，会比较不会有问题。不然的话，你那个 i 哈数量会变成会改变，会有问题。然后这个至于怎么做哈，哎，其实我在云端上有放了哈，只是说这个难度哈。并不困难，但是还蛮实用的，就是如何在那个日期下方再增加那个所谓的空白的储存格。哦，那这里面的话呢，你就需要学习多学一个物件，叫列物件。列物件呢，其实蛮好理解的，就是 row 加 s，rows，row 的话就单一列嘛，哦，加 s 就是它很多列的一个物件名称，像 sales 一定加 s 啊。那如果说你要插入一列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，就叫做 insert，insert 啦，insert。那这个 insert 如果你不会拼的话，哈，键盘上有，有没有？有一个按键叫 insert，就是这个字。OK，所以哪一列点 insert 就是加入一列。OK，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插入空白列的话，啊，其实很简单哦，叙述方法。就是直接什么意思啊？写法的话，我大概说一下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插入空白列的话，啊，底下有哈，就是插入空白，我是这个名称好了，OK 哦，然后呢，特别说插入一个程序，名称叫什么？叫做插入空白列。那我要的效果哈，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，从什么地方呢？从第几个？该从这边插入我看看，哎，啊，下面没有，所以应该理论上应该从33会比较 OK，因为他也要嘛，所以33先插一个空白页给他，然后再32，有没有？然后再31，一直到哪一个呢？第二吗？第二要不要？哎，第二不用哦，所以应该到第三嘛，所以我们的顺序应该是33到3，而且是颠倒哦，特别是所以我们之前写的方法是什么？For i 好，所以特别重要，这边一样哈。For i 等于33到3，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，但特别注意哦，这个 For 回圈一定是越来越多，你不能越少，除非你要在3的后面加一个叙述，叫 Step，对 Step 就阶乘，预设是一啦。页就越来越多啊！如果你要越来越少，请记得一定要加 step 负一，否则的话哈，它33在就34，34就没有了，
它不会越来越少，它只会越来越多。除非呢，你在这边加一个 step 复议哦，这个概念要有。啊，如果当然以后当然顾名思义啦，以后如果你要13579266 step 负二的话，就是它会跳两个，跳三个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等差嘛，有没有？哎，相等的。不过理论上不是啊，如果你是越来越多 step 不用加 ，OK 哦，好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要在那个地方哪一列呢？那一列是哪一列 ？rows， 我刚刚讲过嘛 ，rows 物件刮胡哪一列？第 i 列在里面就可以了。这个意思是说哪一列的意思 ？rows， 哎，所以第33列我要插入一个空白列的话，点什么呢？点 insert。哎，这个字如果不会拼哦，看键盘就有了。键盘上面 delete 上面那个就 insert。OK 哈、哦，哎，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程式就写完了，看得懂吗？哈，够简单吧？所以呢，刚刚好，如果你还在那边图画链刚慢慢插入列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每天都要插入，像很多会计吧，哈，每天都要先空白列，对，底下要把它加总还是做什么？哈，对，那可是如果你会这一招，你根本不用，但是会有个问题，空白加上去啊，做会计也麻烦，他最后又要再把空白列删掉。对不对？那等一下会讲，空白列删掉很简单吧？把这个改了吗？对，点内层就好了。OK， 应该所以呢，你可以什么？一键按下去，它空白列就出来；一键按下去，所有的空白列又删掉了。OK， 好，我们试一下哦。啊，当然，如果你没有把握了哈，我是建议你按 F8， 逐行来跑跑看。好，我们先把游标先停在这边，哎，让它恢复一下 ，Ctrl-Z。OK 哈、哦，让它不要有那个刚刚做的动作 ，Ctrl-Z 一下，好，恢复了啊。其实底下这些都可以删掉，因为这个是只是说明，我把它清干净好了哈、哦，让它看起来不要多一些有的没的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切到这边按 F8， 这个时候 I 你游标放上去33，所以意思就是第33列帮我 insert 一个空白，好 ，insert， 哎，这时候空白了哈。哦，下一个，然后在第32插入一个空白列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哎，就全部变空白了。然后呢，当你 OK 之后全部执行，哈，哇，全部空白了，有没有 ？OK 哈、哦。那如果你要删的话，哎，删应该怎么删？我跟各位讲哦，你不要，你删也是要，也不要从上面，因为你一删它要往上了。比如说你3579对哈，哎 ，step， 那如果你一删，它变成什么？这个删完本来应该5的变4，哦，那你又要再减一，麻烦，所以怎么办？一样的道理，倒过来，怎么删呢？从这个63、61，对，所以你先删63，把它删除，啊，在哎61没变，有没有？所以再删。59也没变，哎，所以哈、哦，啊，这怎么写呢？一样嘛，哈、哦，所以如果我要删除那个列的话，哈，应该可以把这个复制来改，比较快，哈、哦，这个叫刚刚是插入空白列嘛，这个叫什么？删除好了，哈、哦，应该这个都不用背吧，哈、哦，理解就好了、哦、，OK， 然后呢 ，delete，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 delete， 啊 ，delete 的话，你就不会拼的话，哎，你就看一下键盘，反正 delete 上面有、哦、好，那、啊、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啊 ,63, 所以这边把它改 63, 然后到多少呢？到3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没错、哦、然后呢，因为它中间要，你不能这边 step 负一哦，你不能直接负一哦，负一就全军覆没了，全部不见了。而且特别重要 ,VBA 是没办法复原的哦，你如果做错哦，就全部消失了。所以做这个动作，我是建议你先把它复制一个，好，然后再来练习。不然的话，你做错，它就不见了，不见了你就要重来了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哈，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哈，这个蛮危险的哈，是这个有危险性哦。好啊，当然这边记得 step 多少，负二哦，啊，看应该可以理解吧哈。好啊，再来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按 F8， 一样是63先删掉，哎，没错。再来的话呢，61删掉，哎，没错，
59有没有？ 57好啊，这样的话呢，把它全部执行好了，哒哒哒，哎，就恢复了，有没有？哇，所以其实哦，如果你待会在旁边做两个按钮，其实会蛮好玩的，因为它会这瞬间帮你怎么样把需要的列插入，然后呢需要删除的哈，哎，就马上又把它删除掉，哎，所以其实还蛮不错的。但是其实还有衍生其他的问题啦，包含里面各位可以看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按钮会跟着变动，有没有？第二个，这个底下有没有？对，它会延续上面的那个格式，所以怎么办？你把它清掉嘛。对，它清掉怎么清？用 range 嘛，哦，所以这个答案，所以啊，这昨天好像有个从就是网络文章啊，看到一个标题说，不缺哈，哦，那个提问题的人，现在缺解决问题的人，对不对哈？那每个人都会问问题啊，但你就要变成你是要解决问题的那个人哦，而且其实并不难哦，但你要想一个简单的方法 ，OK 哈，哦？所以第一个问题，如何把这个不要跟着变动？第二个问题，把这边不要让它变成多格式。你说啊，哦，也可以啦，反正方法很多。好，所以我说程式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是记得你也不要因为你解决答案你写的太复杂了也不对，所以要想一个哈，哦，又简单程式又短，好像我们刚刚这个哦，插入空白列有没有？所以待会请各位这个应该记得起来吧，这两段哈，哦，有没有？就是 rows insert rows delete， 然后呢回圈的话记得用 step。OK 哈，所以今天又多学了一招嘛哈，可以请各位试一下插入空白列跟删除空白列，哦，来画面切一下哦。啊，其实这个地方还可以延伸到哪里？比如说像你的资料里面有你要删除的列，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。像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，哎，比如说你这么多的 data 里面，只要是会员是谁的，就把它删掉了。因为它已经退掉了，那你这么多 data 里面到底哪一些是某某人的 data， 对不对？那你以前要眼睛看吗？还是说你可能用筛选，那筛选删掉可能又留空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干脆就是其实利用这个方法也 OK， 就回圈里面加一个逻辑判断，如果它的某一栏的里面的某个资料里面是谁的话，那就帮我把那一列给删掉就 OK 了，就是多一个逻辑判断，啊，所以这个列，啊，的列物件的使用上面，啊，其实我是觉得工作上用到的机会还蛮高的。当然如果你不会用这个物件解决问题啦，也是可以把问题解决，只是说你要土法炼钢，哇，土法炼钢真的太浪费时间了，啊，另外还有什么地方我记得好像蛮多，像两个工作表的比对也有类似的用法 ，OK 哈，哦，那请各位试一下。啊，另外后面还有两个衍生性的问题啦，哦，反正我们就，把它各个击破吧，哦，想到我的问题就去解决它吧。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看到这些范例里面，哦，有很多的方法，哦，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OK，哦，那当然我想出来的方法尽量就是比较是程式不多，然后。就是好理解，哦，大概会有这些啦，啊，当然我讲过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，哦啊，如果你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去修改成你习惯的写法，我也完全的赞同，啊，最好这些程式你可以把它咀嚼过改成你习惯的写法，啊，绝对不会有问题，因为你想过你改过那就是你的东西了，你不要千万不要只是背我的程式哦。哦，不过也许你刚开始还没有到那种功力啦，你就先模仿吧，哦啊，等到你模仿到一段时间，哦，你可以再变化，这绝对不会有问题，哦啊，程式是这样的，它这里面，哦，充满着困难，但是也是乐趣所在，哦，所以有的人像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程式，哦，其实是因为太困难了，啊，发现怎么这么困难，哇，感觉好像，所以以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会打什么线上游戏，后来我把那个打线上游戏的力气啊，把它
我后来就不打那个线上游戏，我觉得那个线上游戏太浪费时间，打完之后好像感觉其实也没得到什么，反而把那个力气转移到写程式上面，发现其实反而更有意义啊。OK，而且永远有写不完的程式，永远有解决不完的问题。OK。同样的，之前也遇过一个小朋友，他那个打 game 的功力非常强，他功课也是非常的不好。不过后来他把所有力气也是转移到写程式，哇，不得了了！真的我没有看过这么聪明、这么有天分的小孩。他程式真的看过一遍之后，他居然全部都记得，全部把它打出来，还一字不错。我真的是，所以他后来发展当然就可以期待了。OK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，请各位把刚刚那如何插入列、如何删除列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就 raw 物件加 insert 跟 delete